OPPO Find N 的这些玩机技巧你都会吗？快来学一学。首先是双指分屏，刷计时老板发消息来了，只需双指在大屏中间往下一滑， OPPO Find N 即可实现硬分屏，这样就可以边刷剧边回复消息。打字觉得屏幕太大， OPPO Find N 的双指键盘功能将键盘布局分为了两块区域，体验上以双指输入的方式替代传统手机形态紧凑式键盘布局，打字更加便捷。想挑选照片发给朋友，可以使用自由拖拽功能，从图库直接拖拽照片到聊天软件中。另外 OPPO Find N 还支持悬停自拍，将手机折叠到合适的角度放在桌面上，实时预览自拍效果，同时还省去了自拍杆。看电影也是一样，通过悬停观影免去了手机支架，另一半屏幕可以当触控板调节音量和快进快退，这些系统交互的适配也能看出井号 OPPO Find N 井号确实用心了，是一台能当主力机的折叠屏手机。